教授，不好意思，我又一定要请问，这次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要去参加游泳比赛，但是我一直很遗憾的是，也许是年纪大了，就没有什么力气。做这个蝶式的时候，没有什么，当然是也是技术也不好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力气。要游100公尺，真的挺呛的。那我听他们说我的肌肉好像是有问题的，两边不对称。那我也觉得我这个地方哈、会隐隐的作痛，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那因为也不是说很严重，不注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去认真去处理，大概就是这个点上。这个点。对对。这个点哈、刚好是肩椎的。肩椎总是有这个关节炎，就是肩。这个地方。对。但是呢，从肩椎开始，这个二三四口，肩椎有四口，就左右各四口，就从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这边到你的虎口这边有一条肌肉叫做梨状肌。如果梨状肌有太紧，就容易太紧，隐隐也会痛。但是呢，我们坐骨神经就从你的腰椎的三四五椎下来，肩椎的二三四孔各两组的那个坐骨神经再下来，到这里来之后呢，有一组呢直接下来到你脚底，一组呢从这里开始向外侧，从你的腓骨侧一下来到你的脚底，这两组，所以就是隐隐作痛，有时候是你的坐骨神经呢轻轻的受到压迫。当你比较动作多、劳累多的时候，动机就是绷紧，会压迫你的那个坐骨神经，所以隐隐作痛。那他们也说我的两边的肌肉，我们哈、支撑我们脊椎啊，有两条的大肌，两组大肌肉啊，一组叫做斜方肌，从这里肩部这个下，到这里。到肩胛骨这两组肌肉，另外一组是从耳后这个下，到那里到你的腓骨这两条肌肉叫竖脊肌，这竖脊肌它有三条大肌肉，这主要是竖脊，但是摸起来你的竖脊肌呢，你的左侧这个竖脊肌呢是比较发达一点，但右侧呢比较松的，没有什么真正肌肉。所以说，当你的左边这个肌肉要支撑你这个背部的时候，不舍得它过来，我们称之为劳损，你常常因你的不舒服被拉，这个工作太多了，它的分担的承受力太多，这边因为没有肌肉，你就没有做你承担的工作，所以你这边就慢慢，左边越花，越工作越多。但是右边越合作啊，所以说我们像你做职业小喵啦，叫猫式的那种活动，就像这两个肌肉呢发展起来，做屈伸运动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屈伸运动屁股翘起来啊，这两个肌肉分解做这种活动，所以屈伸运动就这样，对，通过前臂脚趾的放，硬的脚趾的放，这样，对。就是屁股要翘下去，上来，下去上来，就是把重心放在臀部上面，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要强臂，两边要一样。都是这样。我现在是等于是这边脚长。对，因为你这样子脚型是右脚。我现在是右脚，右脚长叫退后。我现在是左脚长。那退左脚。我是左脚长。是退左脚。是这样。这样吗？就是胳胸翘，胸部通翘，屁股要翘起来，重心放在屁股上，要下去。那在脚尖不出你的，那个膝盖不出你的脚尖，要下去，就这样子。我是跟你左脚一样。向后拉，
缩下巴，干脆前方，屁股下去，上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这个让你四头肌有力了，背也拉出来，背会有力了。最重要的是让你全身偏离的肌肉呢，归跟部位的，部位这里呢，就把你的整个身体骨架给慢慢拉直。跟衣服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屈伸运动。会做这，然后做那，然后是做个心情啊，心情怎么样？向前，头头偏偏的，我不要低偏，不推出去，头不起来不起来，偏头就过去，偏头呢去对，一、二、三，再后退。这你看这条肌肉就它就会拉倒了，过去，头不起来，平平的。就往前看，头低一点，低一点，头低一点，对，是是。那你是往下吗？对。我去看，那停一下，把这条肌肉拉开。好，做三十次。去要停一下，停一下。拉下来，一下再拉，那、你看这，正常明显这一块的骨头，这个骨头，上去。那这样这个会，运动到两边呢？这样就两边都动了。这伸展，这边拉，就专治那个你刚才讲的腰酸背痛啊。不舒服，很快就解决。做三十下。要停了，停一下。对，一、二、三。停一下，一、二、三。三对，像我们的肌肉啊，你要一二三的，才会有记忆。你们数几下，没有数。大概十下。这很难数啊，因为上来要数三下，下去要数三下。你左脚后退。左脚要后退。现在一起跑。左脚为什么要后退？你左脚长脚。哦。就是做内转。
对。嗯。你受伤了，你就是，我看比较有肉的感觉。哦，你还很硬哦。我这马上就那个这边就有肌肉慢慢气喘，那个就气。都不会软，软绵绵的。老师，请问一下，我们中国有一个有一个平甩功，就是这样。对，你放松。对，这个是不是也有帮助？有，这甩啊，它一二三四五下去六。对。一，二，对，一。嗯三四五上去五六二三四五六哦五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边，因为我平常就觉得这边卡卡的，那我做这个的时候就觉得两边不一样，这边左边比较松，那右边呢就觉得是有卡到。不是它这个气，气会升上，升，你升了就是妈妈。优点。你看妈妈，妈妈的气才有气大。哦。就是觉得。不动啊，就动手会麻。你气才有在动。我做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两边的。不一样。这个地方，这边有卡和这边没有，所以。所以为什么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绑着腿的时候就觉得这边有气在这边作用，有一点点那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行。嗯。上，让自己扶起来。你要自己让它扶起来，下去，扶起来，下去。哦。而不是去把它。哦。好像跟我们说那个猫式有一些雷同。猫式没有。哦，这个可能就是做到我的两只手的，这可能是做到两只手的不平衡。哦，那这样也会做到左右的，你刚刚说的竖脊肌问题啊，因为它两个一起动啊？不是的，竖脊肌这两个动作，竖脊肌你手摆动啊，对啊，我这样摆动，摆动跟你的阔边肌有关系啊，跟你胸肌有关系，跟竖脊肌没有直接关系。这样啊。所以。来，你那边你看吧。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这样做并没有办法帮助到我那个我那根。那个骨头，不是我肌肉长肌肉吗？这个竖脊肌啊，这个竖脊肌。嗯。嗯。嗯。你竖脊肌要动，就要做这个运动，向后。哦。对吧？马上就做这个。哦。向后拉，对。你这样做走，左边拉，右边拉，也会帮助。嗯。那会趴下来的时候，踢脚也会。那请问一下，因为这些东西都太，如果是，我记得你有一个那个妈妈架脚的那个东西，你可以拿那个过来，你妈妈穿的脚。
我想请问你，如果我用这样的方式呢？这样有帮助啊，对你的棉被啊，但是这样的这个叫做疏，没有拉，你知道吗？不是，松，这个是松。不是你刚刚说往后仰吗？不是，我这边仰就会支撑，你知道吗？你这边就放松掉了，这肌那个这个收那个坐不平一样，收那坐不平嘛。对。那坐不平是要背要让它背松掉。就双臂，都好像是双臂，但是自己这样拉的话，就是训练肌肉不一样。哦，不是，看起来是一样的动作。看起来一样动作，但是这个力量，哦，没有拉到啊，在放松你的肌肉啊，在松肌肉啊，没有不是训练肌肉不一样，这样是在拉，这边就绷紧。对吧？哦，我是想说，我妈妈因为她背这个地方拱的，那如果说可以拱的话，就可以这样反向的，就是松一样的，对，就可以。我说下次来让她试试看，这样会不会有帮助，或者说这会不会太高？如果说我妈妈因为她有那个。如果他不用这个，就矮一点的话，如果矮一点，就反弓的松，反弓的松肌肉的方法。我的意思是说，我如果在仰卧时让他做这个动作，那不要这么高。一定得慢慢走，慢慢走过。对，因为这么高对他来说负担太大，就一点点，就是毛巾一点点上来，不要他这样做。这个就要放松。就送你舒服。我只是担心说，我妈妈因为她不能吞咽，这样的话她口水怎么办？会被噎到，会呛到。要注意。因为她平常是这样，口水会流出去。也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所以我可能要先把一根根嘴巴里面的口水先吸干净才能做。妈妈喝的口水。对呀，我们就是每次来都有带。所以也许下次来可以在这由你帮忙看着看。就这样送你对不对？对，我们送你。这个是松的，但是问题是妈妈可能不能用那么高，可能礼拜一来的时候。下礼拜一我不在了。哦，对对，这个万一忘记了。下，你不要跑了。你整个礼拜都不在，忘记。谢谢。好，知道了，谢谢。这个是我给那个小朋友的。做木团的，这是小朋友。对，他小朋友给他做。